财政部张部长以及我们财政部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先进。部长，我想讲，让你啉水，水再起来了，爱啉水者无？这非常不卫生，中午还在这个拢无休困，来请。这样子哈，待会儿我们等到请这个邱委员、邱志伟委员李委员完以后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啊，李委员，对了，谢谢主席啊，这样比较人道，比较符合公共卫生。那政务官的身体要叫狗了，大概变干了哈。部长，在这个一个礼拜里面，会占用你最多的时间，在大概会是什么事情？就是财政部的公务啊，然后院里的院会啊，然后就财政部的业务里面，在你整个施政报告，今天早上这主席给你很充分的时间，是一般很少这么充分的时间给你报告，在你所有报告的事项里面，你认为未来一个礼拜，就想下个礼拜好了。你会占用你最多的时间是哪一件事情？下个礼拜我想应该就是公债法会占用我最多时间，因为院里就要开始讨论了。对，所以你在上一次院长的参会里面你就讲三个嘛，三个里面其中当然是一个就是一个公债法、财会法，一个所得税法，一个所得税嘛。是 是所得税相对简单啦，单纯啦，是是，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个，所以这就这个两个法应该会占用你很多时间，你同意吗？是，公债法会比较多了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既然这两个是你很重要的工作，但是你今天早上好像很平均的把所有的事项都处理，我个人是建议啦，部长你现在就不一样了，很多事情是次长以下可以协助相关的那些其他业务，是应该这两个业务应该要占你很多的时间沟通说服、哦、是。你认为正所税上个会期啊，你算是来收尾，正所税的推动比较困难呢，还是财化法的推动会比较困难？应该是财化法会很困难，因为财化法它是分饼的问题啦，那分饼当然大家就认为它比较小块，财化法，所以你认为财应该会比较困难。正所税、证件交易所得税上会期经过历经二十几年的纷争、经过一个部长的牺牲，是经过很多很多的造成股市的动荡、嗯、造成大家对经济财经内阁的没有信心，你认为正所税相对比较简单，因为正所税我们把它影响冲击啊缩到最小，只扣一万人，所以后来大家就接受了，就等于没有扣到正所税了。没有，就是往公平往前迈进一步。我不，我们那迈抬杠，迈进一步。我这个只是在提醒。是。财政收入划分法，你若认为它比正所税困难，嗯，那你就应该用比它更多的时间。而且这是所有的地方的首长，对，都急切不分男女。非常急切于这个问题，正所税不简单，财化法更困难，是、哦、我们应该是这样来看待、哦、是。但既然这样的话，上个会期那个刘部长一开始是卯足全力了，那后面你还在收尾，你们两位前后任的部长是都一起处理，甚至惊动了院长和总统才完成这个任务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，财政收入划分法是。所以我是提醒部长、嗯、就这个部分要用开始时间是、哦、把它当成重点，应该日夜以这个推动啊，这样的事情才成功了、嗯因为我在院带过了、哦、认为这没有这样做的话，事情就是又拖过去了是、哦、是。你会不会认为这个是你任内要完成的事情？是。你预计的期限是多久？我预计的期限啊，推动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，你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立法？我希望这个会期。好，那公债法什么时候要完成？一样，这是两个一起的。我们希望这个再留下国会记录，好、哦，希望你给自己一个压力，哈、哦。是是。就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，你的政策目标是什么？财政收支划分法。你的政策目标？政策目标几个？哈，我跟委员报告，第一个。前面三个就好。好好，前面三个，第一个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源，我们释出中央用97年标准算，释出982而已。第二个，我们增加财政努力的机制，地方财政有努力的，分配款多给他一点。好。那第三个，财政纪律，我们要强制啊。好，对，非常好，我赞同。好、哦，那就第一个，时间的关系，只请教第一个哈、哦，增加地方的啊，中共隆重的几多下是好、哦，所以某种程度一定要就这个所谓缩短城乡差距，这一点你赞同吗？是，你赞同吗？赞同是。啊，若赞同的话，大概会用哪些措施来增加，比如说这些农业县、云林县啊、嘉义县这样的农业县的一个。这个财政的收入，
第一个委员跟委员报告，第一个分配的公式哈，我们会把这些重要的权数放进去，像人口面积、工商加速一些放进去。第二个财政努力哈，如果他跟自己比较，哎，我增加了至少裁员了，哎，这个要分配。那个就是财政努力、财政激励都是合在一起的哈。是。那就这个工商的加速这一点，这个就云林县来讲就特别的有意见。嗯。这样的一个农业县，它的工商加速不多。用营业额，但是它的六轻的产值是一兆多。对，用营业额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是。这营业额每三个公司在台北，是港腔在下，所有的460几亿都在中央政府收过来，地方所以不是、嗯、厂商也是这样认为，是地方的人士这样认为，三给赛乌，三给能谋，半给赛乌，三给能谋，这已经筹了几个位，但是道尽了地方民众的心声，是他没有感受到这个产业到我这边有什么贡献嘛？所以那个当然在很多方面，包括这个环保的问题，这都是需要去处理的。地方的消防的问题，消防设备不足，你没有钱嘛？买个消防车要打这个炮灰都不搞哦。那所相关的检验，点燃的工，一阵臭味，不没有臭味过来，没有办法去抽查，这些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力物力嘛。所以这一点是不是这个部长就营业额的部分？能够列入这个考虑，是是，我们在那个定那个公式的部分，对，我们会去地方财政署长。谢谢。另外就是所谓的土地增值税这个部分，像台北市，这个台北市的繁荣，当然是整个国家投注很多的心血共同造成的，所以它的土地增值税一定是比较高。嗯。南部地区的土地增值税一定比较低。假设这样讲，一个笼统的想法，土地增值税是不是也可以纳入？相关的统筹分配款在一定的层数，委员，这、就是、你的总额没有增加的话，你怎么去让地方的去增加？委员，一个税一个税来讲哈，当然都很可以讨论了。目前哈，我们改的方向就是说，增加给地方982，但是所得税有调整，营业税调整，遗产税调整，土地增值税也有调整。好，那你这样对好，如果这些都有注意到处理到，我认为多少就。你那个第一项政策目标，可以应该可以达到哈、可以达到，谢谢哈、谢。那就财化法，因为需要相当大努力，而且很有机会，因为朝野都认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立法法案哈、我们一起来努力了哈、那就公债法，你的政策目标是什么？公债法第一个哈、配合六都。就五都加桃园县准直辖市，配合六都的改制哈，因为这个债限已经完全不能用了，所以配合六都改制调整债限。那第二个嘛，也就是加上财政公债资讯的揭露，另外呢公债的预警制度，所以你快到破表了，到九成了，我们叫预警。另外呢破表以后事后的管制，大概事前的预警，事后的管制，大概就是四个。这个预警的部分，刚刚林佳龙委员哈，是的相关的一个咨询，我在向院长陈院长上个会期总咨询、那时候还是刘部长的时候，我也一样的把那个秀在那个大荧幕上面、那部长你说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，以美国做一个例子，因为美国动辄都是 trillion 的，是要么就 deficit 要么就 surplus、哦、因为它经济体大嘛，是、哦、我很讶异，所以希望你今天回去看一下，是我认为那个网络现在这个这么发达，是是是，那网络的资讯是每一秒钟都可以看得到，而且是动态的，好，至少是可以让我们参酌。尤其在欧债这个危机的时候，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警觉性都很高。我认为这个是立陶宛公麦克凯兄这期，在不花很多钱的状况下，其实这可以让全民都可以注意到这件事情，这不是不能做的。我希望细节就不谈了哈，是是，我们希望这个来努力了哈。是，另外就是说。让这个县市政府提高这个所谓的这个财政纪律啊，你有想过什么方法？就是如果说他若有比如说他增加税收啦，这样你可以提高对他的相关的一个协助之外，这是正面的 incentive， 这是财政努力，这是财政努力，这是正面的 incentive， 是负面的 incentive， 处罚性的有哪些？对，第一个要强制返本，就是说未偿预有，我们每年规定一个比例要强制返本。那第二个给你。破表的时候要管制统筹分配税款，我们延缓给你，要管制。好，哎，这个细节啊，时间的关系了哈，我们希望财政部继续努力了哈。是。那过去15年哈，刚刚你在这个一开始的报告里面相关的财政收支，今年大概还缺2000，六七百亿吧。是。
那显然过去几年我们都负债，过去十五年因为你在财政部非常的久，我们在哪些年曾经达到这个财政平衡，甚至有盈余？对，大概86年、87年是盈余的，大概93年、94年是盈，大概差不多没有盈余，也是赤字在200亿、300亿之间的。那其他的都是赤字。这部长哈，这过去20年来，你因为这个手头没有资料哈，这个不追究，这不去细究了哈。我跟你分享一下哈，87年。是盈余1600多亿，88年是盈余647亿，那剩下当然都负的，1000-2000亿了，那么95年啊166亿，你讲100-200，就是印象还不错，96年是盈余834亿，97年又200多亿，当然说要出去不要紧了，那么多事情，所以说能够达到这个平衡，这是有机会的嘛？要共同，大家要努力哦。要很努力，要很努力。当然，过去也有这个世界的金融危机，都有的了哈。是。所以这个部分，你愿意被列为你的一个努力的目标？多久？比如说3年内，这个马总统的任期里面，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，做一个部长，做一个就这个部分的主责的部长。这是我努，这是我努力的方向。所以哈，像每一个会议的场合，我都在讲，不管是经常门的支出，或者是公共建设的支出，我都一直讲。我因为提醒了哈，我已经占到同仁的时间最后一句话。是，因为那起有经济母，你刚刚讲我们有很多土地。是。台北市像一个漂亮的小姐，但是有些地方这么精华的土地，经建会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有10000多平方公尺的土地闲置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同仁给你报告？我在上礼拜啊，就这个部分媒体。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揭露这件事情，是有1万多平方公尺，价值41亿，那收租金都写许作者，任他在那边好像破破烂烂的一个美丽的衣服上面就快破布，补丁在那地方，能不能改正一下？尽速改正一下。是生财之道有很多嘛？有，只是我们国产局已经在把所有闲置的土地或者可供开发的土地，这样好不好？是台北是这么价值的东西，优先顺序啊，这就是我一开始提醒你的，你的时间分配要有优先顺序。是感谢。今天我是有一点，有一点担心。那另外就是类似这样的非常有价值的土地，这么贵重的土地优先处理。我们希望在一个月里面，希望能够看到财政部。大概的方向要怎么处置这些土地，这样好不好？是是是，我困难，我不是叫你说3林地都要处理嘛？当然，这几块这么有价值的东西先处理嘛。好，优先顺序，我看这个过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好，谢谢。接着请邱志伟委员。